天青啊，哎呀，小海啊，哎，徐大叔，叔叔，哎，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？你说嘛，这是什么关系啊？拜把子兄弟，不是啦，他是我的未婚夫。什么东西？未婚夫？未婚夫？分夫夫？未婚夫？那你才是未婚妃。对，你们俩现在干嘛去啊？我们去，现在去结婚，不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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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彩排，去叔叔得血压和饭了呀。我们去彩排，彩排是吗？那那能不能带我一块去啊？可以呀。好呀，那我帮你把轮椅先，你先抬担架吧。你没有那么老，四十岁嘛，得塑造一下。那叔，我们等你。走吧。哎，叔，年纪大了就别穿皮鞋了，多滑。哎呀。你们走慢一点啊！哎，赶紧的，戏要开了，小心点。哎呦，你们今天啊，好好加油啊！好的，叔叔就在下面看看你们。哎呦，四爷，怎么他们在说什么？